古仙峰败了，想必你有几分神通。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，与我相克，三昧神风都不能伤他分毫。要引那妖怪出来，需要用擂鼓之法。我擂响大鼓，引出巨虫。若你愿前去，待时机一到，夺了他的法宝。
满城百姓，感谢不尽。